台龙艺术节从7月到11月都演出共10档节目，而票券目前热卖中。今年第一次结合在地店家艺文优惠活动，只要拿着艺术节的票券到有合作的店家，就可以享受到特殊优惠。买票除了看表演，还可以享受在地店家的优惠，实在很超值。台东艺术节从7月到11月共有10档节目，7月2号将演出第一档戏《阿丑奇遇记》，由沙丁庞克剧团制作的亲子戏剧，带你跟着主角阿丑一起冒险。还没有买票的朋友可得把握机会了。目前台东艺术节大概售出三成，那像到垃圾这一档已经剩下200多张了，所以如果想要看台东艺术节的要预购重速哦。而今年也是第一次结合在地店家艺文优惠活动，只要拿着艺术节的票券，就可以到合作的店家享受到特殊优惠，还可以享受当地店家的优惠活动，实在很超值。记者陈彦如，台东市报道。